疫情爆发后，世界就像被按下了暂停键，被恐惧和不安的氛围围绕。但是，台北这座城市没有人停下脚步，没有人放弃。我们都是勇敢的台北人，因为勇敢，所以努力面对。无数个勇敢时刻的累积，让我们一起走过2022，让我们按下播放键，继续勇敢向前。